我要讲主题，那是 All Children Are Musical。 以前啊，传统会认为那些很有音乐成就的人是因为他的天分很高，那但是呢，有一个研究打破了这样的迷思，他说所有的人啊，只要你看那个树底下有些种子，只要你有听力、有背同化力、会动、会发出声音，只要有这个四个能力，他都有学习音乐的能力，而且他都有可能像你看到觉得很棒的成就一样。啊，什么叫背同化力？就是我们在一个空间里面，所有的人都在拍手，一开始大家拍不同速度，可是大家会找到一致的 tempo， 大家拍了一分钟，大家就会很整齐，就会互相同化。只要不是天生有听力障碍，或者是可能有一些 disable 的话，都是不学音乐的。就算他将来没有走音乐的话，但是这个也是他一辈子的职业，可以欣赏音乐啊，有音乐素养就是很棒。